可以在户外起火煮食吗 ？Fire danger period 期间不可以在户外起火煮食，除非确定当日冇刮大风，而且烧烤炉旁边同上面都冇摆放任何物品。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人在场守候，而且完成煮食之后，烧烤炉必须关上。Total fire ban day 当日只能够用天然气或电动的烧烤炉，而且必须能够取得清水，不得在烧烤炉中使用柴火或煤炭等燃料煮食。如要了解怎样可以合法在户外起火煮食，敬请参阅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